来关心台股的消息，在今天早盘为时平盘上下震荡，那么在今天新台币止跌回升了，电子股呢重新的这个回到盘面主流，不过在12点前后大盘还一阵的急杀，一度下挫160点，不过最后呢我们看到台股是在今天跌了107点，大盘收在6786点。